今天去中国超市买的鸭头，今天晚上准备吃掉它。就着小米粥，还是撕开一点缝，放到微波炉里，1分钟。好了，加热过的鸭头比不加热的好吃，个人感觉啊。然后放一点水洗一下表面的蜡。为什么洗一洗呢？上一次我跟大家说过，不洗的话，有时候会影响排泄部位的正常运作，感觉瞬间把词儿整得高大上了呢。开吃啦！拿两个一次性的手套，打开 Netflix，这次打算找个喜剧片看看。昨天看了一个太悲伤的了，然后一边看一边吃，一边看一边吃，辣了就喝口粥。拜拜。